Hi, good afternoon. Happy Friday, everybody. This is Eng Chen. We have not been here for a while. So today, we're going to resume a Facebook live broadcast in Chinese session, start our new year 2018, a little bit 1 month late, but we're going to conduct in Chinese. And so, however, I want to introduce our expert, the market expert, market analyst today in English and also in Chinese so people can get to know her. So, Ronan Song. She looks very familiar. She has a twin sister, they both are really market expert, and she has a double major in her like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also in economics. And then, data from Columbia Master, so from Utah Fund. Utah Fund is our market. I'll give you to introduce yourself. Okay, so like Annie just said, I am now a data economic analyst in Utah Fund. Mm-hmm. And Utah Fund is based in New York and is a big data company who whose focus is some Chinese investors, right, who wants to invest in New York and or America who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market. Right. So we provide market analysis and also recommend lik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m. Right, and the Utah Fund is really fast growing, really fast. Yes. Gain the name recognition really fast. But anyhow, today our topic is about the 2018 market outlook, and but we're going to do it in Chinese.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这个2018年，2月一开始呢，就是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我们这个市场优投房，很多人已经知道优投房了，在我们华人市场，那市场专家宋若楠，宋若楠女士呢，她是个就是市场分析专家，然后呢，她的这个背景呢是非常的就是。吓人，英文而讲是很吓人的，因为他有这个，从武汉大学这个有数学跟经济双学位，然后呢又到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念了这个数量分析的硕士，哇，那我还是请就说宋若楠呢，就是女士，因为台湾喜欢讲小姐，嗯，我们称呼人家小那年轻小姐是就是很可爱很漂亮啊，然后是中国大陆称的不一样，对不对？嗯，就还是讲的不太习惯，那我们就请那宋女士呢，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她自己，还有就是说优投房。嗯，对，我自己呢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像你说的那个数量方法的硕士，然后我之后也在一些金融机构工作，现在呢是优投房的经济和数量分析师，所以我现在主要都工作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工作。另外我也顺便介绍一下优投房，相信大家很多都有听说过优投房，因为我们这几年的表现确实比较强烈。是的，对对对。优投房它是驻扎在纽约，是一个新兴的大数据的科技公司，我们主要提供的是房产方面的数据，特别是美国的市场，然后相应的话我们也跟华南市场有关的数据。 对我们的主要的就是目标群体呢就是华人国家，然后和中国的投资者。我们在这边会提供一些市场的分析，然后大数据，然后也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联系到这边的开发市场。并且我们的分析是第一手的，因为我们在纽约，所以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社区的分析。这个优投房的这个CEO 就是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就是说一个brief 关于我们去年哈2017年整个市场那怎么样，那就是先一个概念。那我们在我们进入之前，那就是说依照就是说第四季呢2017年，那我要使用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市场就是
专家，Jonas Miller，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公信的一个，就是在媒体西方方面哈，那就是说在曼哈顿呢，就是说三大区，那通常就是价位的排位还是要就是曼哈顿。Brooklyn区、皇后区哈，在Staten Island跟Bronx，这个价位还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整个就是说销售方面呢，曼哈顿在第四季比起2016年第四季，我们的价格呢还是有成长。但是呢，就是说是第一次平均价格呢，从超过200万降到就是说200万以下，变成189几万这样子。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一些新的，就是说high end的，就是说new development呢，就已经差不多清光光了，所以那个就把这价位降下来一点。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溢价的空间是有稍微高了一点，现在有比较高了一点。那平均的话大概是5.6%，以曼哈顿来讲的话，那这个平均在市场上的就是说销售的时间呢，稍微长了一点点。 不是，没有比起去年多很多，但是就是说稍微多了一点。那平均的话，大概是六点五个月这样子。那布鲁克林区呢，也有价格上也达到新高，平均销售价格呢，以这个它的报告来讲的话是94万9，那这个是比起去年也是增加。那平均的价位呢，就是中间价位也是增加。 那这个可以就是说溢价的空间呢，discount哈，就是也是稍微多一点。那去年最抢眼的一个市场表现就是说皇后区，皇后区呢又再创新高这样子。那皇后区呢现在得到已经达到就是说最高的这个市场价位，就是说平均销售价格在62万5，那中等价位才57万，比2016年的同一个时间呢是涨了10几%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市场的概观，就是在销售方面。那我先再讲一下，就是说租金市场方面，租金市场方面呢，就是说过去一整年呢，真的是一片，你如果是这个租客的话，你就很开心了，就是选择很多很多这样子。那你如果是这个屋主的话，那就是在一个比较，就是说。 一个比较心疼的一个position呢，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数据来讲哈，我觉得数据是挺好的。在比方说曼哈顿呢，这是12月呢，有36% 呢是有这个就是说concession，就是说房东提供给免费的租金，一个月免费租金啊，或是经济费的这样子，这是比前一年又增高的这样子。然后布鲁克林46%， 然后皇后区50%， 这个是就是说挺下来的。那就是说租客的福音。那主要的为什么说这样子一个现象呢？甚至说很多的就是说rental building 已经完成了，然后 condo 这样子。那我大概就是给大家一个。 概念来，就是我们过去这样，就是一个大致的情况。那最近很多热门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川普在当选一年了哈，就是前几天就职之后一年 State of Union 那个演讲，然后大家就是想说，因为这个他过去一年呢，对我们整个房产市场还有未来怎么样？那特别是说我们的新的税法，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说。我们就把这个回到现在，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请那个若兰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2018年的美国经济概观，那我们要 focus 在就是说，比方说从就业市场，还有从金融市场方面来讲。好的，好。对于美国2018年的市场，大家总体来说，我们持的比较共同的观点就是，它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复苏的一个态势。对。那么也从我们也得到了去年的数据，去年平均下来 GDP 增长是 2.5%。 2.5%，虽然离川普当时3%以上的承诺有距离，但还是超过了一些大家一些的预期。另外，在就业市场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因为就业失业率现在已经下降到了4.1%左右，已经是10年来最低的水平了，所以表现也是非常好。那么，从房贷市场来看，我们也知道去年。 美联储通过3次加息，分别在3月、6月、12月3次加息，已经把基准利率上升到2%左右。
然后今年呢，就是二月份以后，鲍威尔会接替耶伦来担任美联储的主席。那么他除了政策同样也是，这个逐渐加息的政策，所以我们也预计对于房贷利率市场来说，今年也会连续三次的加息。就是说会，因为过去去年就是增加了三次，调去年调了三次，那就是说像我们房贷三十年房贷利率呢，像今天的话，我刚刚 check 一下是4.3左右，4.38，4.4左右。那好，就是说今年，所以2018年的话，也就是说还会继续在，就是说同样的步骤这样子。是的，因为在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上涨的一个态势下，那么相应来说，房贷利率肯定是随之上涨的。对，我这边也有拿到上一周刚刚出来的房贷利率的最新数据。对，因为在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上涨的一个态势下，那么相应来说，房贷利率肯定是随之上涨的。对，我这边也有拿到上一周刚刚出来的房贷利率的最新数据。对于30年期的固定房贷，现在已经是涨到了4.2%。那我们就是美联储自己官方预计，就是数据在今年年底会达到了4.9左右。对，所以这个增长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也看了几个，就是报告哈，就是不同那个organization呢，就像大家分析，那平均的话就是说也有，就是说你到年底会涨到4.9，靠近5%。那平均整个看下，我看过的就是大概起码有4.5、4.6，6%左右这样子。对，房贷利率上涨的程度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阻挡的，对。然后的话，特别是美联储它不仅是有加息，它同时还有缩表。 所以这个系列都代表了它对美国经济的信心，那么随着基准利率上涨，房贷利率自然就会上升。这样子，那就是说，那所以就是金融市场的表现，就是说就业市场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就业市场是这个我们讲说是10年来的最低点了，4.1。那这个全国是4.1，那纽约州呢？我看一下，纽约州是4.6，哈，就是说1月的时候是4.6。 那纽约市呢，我们也降到4.3，都是在一个全部就是一个很好振奋的消息情况之下。那金融市场，我们讲一下金融市场呢，特别是我们在纽约市，金融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区块。金融市场还有房地产市场。那金融市场呢，就是以历史性来看的话，就是说你金融市场表现得好的时候呢，我们房地产也是跟着是表现得很好。所以呢，我就想要考一下若楠，就是说。 这个金融市场呢，就说大家都很兴奋嘛。那以你来看，2018年的话，它的就说我们就业市场哈，金融市场也好，那这样的话，你对2018年的房地产的就说态度，是保持什么样的观感？嗯，如果是只有2个字来总结的话，我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态度。对，但是在2018会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首先就是最大的，当然就是我们很关注的川普它的政策的执行力度是怎么样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脱了税改，我们也需要时间来验证这个税改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对金融行业对这个税改呀，以及创普相关的其他政策的反应有多么灵敏。对，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处于观望的态度。还处于观望态度。但整体来说，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因为从美联储算发出来的信号。 对，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处于观望的态度。还处于观望态度。但整体来说，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因为从美联储算发出来的信号，我们能看到是整个是对美国经济是有信心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脱了税改，我们也需要时间来验证这个税改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对金融行业对这个税改呀，以及创普相关的其他政策的反应有多么灵敏。对，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处于观望的态度。还处于观望态度。但整体来说，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因为从美联储算发出来的信号，我们能看到是整个是对美国经济是有信心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刚脱了税改，我们也需要时间来验证这个税改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对金融行业对这个税改呀，以及创普相关的其他政策的反应有多么灵敏。对，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处于观望的态度。
72万5的，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影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税改的影响，就是说你原本可以就是说抵税的哈，这些东西已经现在变成就是说房产税呢，你可以抵到就是上升到10000块，那这块的对于就是说我们纽约这个就是高税的地方呢是比较。 有影响的，那这个东西呢，也就是很多，有一些就是专家说，我觉得这个市场这会让它就是下降，好下降。那但是你持的是比较乐观的态度嘛，对。那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斯文经济呢，我自己看到就是说，在去年就是说，11月、12月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交易量买家呢比较就是说站在旁边看。 好，比较旁观，因为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政策上不是很大的这个确定性，所以大家有点彷徨。但是呢，今年其实从这个1月初呢，就是说大家一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呢，其实我到目前看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很活络、很热络，这样就这个销售方面。 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其实呢，就是不是说很多人是在就说 negative 方的，就是因为他的就说他的税是真的是对一些经济就是这个就是比较 wealthy 的人哈，就是有帮助。那他们其实这些人呢，就预计说你会有就说好的前景之后呢，他开始就进入进场买房子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以销售来讲的话，我看到是很热络。但是呢，一个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溢价方面，就是看到就是说，你虽然买家进场，但是呢，买家呢，他的在出价的时候呢，他还是有这个期望心态的，就是说他的出的价格呢，可能是他认为的这个价口位怎么样。那现在就是说，卖方呢，就是现在还是双方呢，中间还是有一个，就是还在尽量大家就是说这一个 new territory， 还在试着了解这个价格是怎么样，这样子，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可是呢，我觉得普遍来讲的话，没有感觉到就说之前好像就是大家觉得会市场会下降这样子。对，其实对于税改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表面和长期来看。其实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像你刚刚说的75万。 从房贷利率的抵税额从100万降到75万，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在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那么就是如果你是贷了100万美元的话，那你的房贷利息每年其实是3万9200左右。如果是75万美元的话，房贷利息每年就是29400左右。所以也就是说，原来的抵税额从 39000到了29000，两万九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相当于每年的抵税额降低了980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另外，对于税改的话，其实，对于从抵税额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抵税额下降，其实是，其实对它的税收负担是上升，所以其实对于购房的成本是加大的。所以从短期来看，购房者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压力，觉得就是这个税收对他有 不利的影响，但是其实这个税收我们要从整体来看，因为其实川普的政策在房产这边看似是把税收提高，但是在其他的收入方面其实税收是下降的。对，其实总体整合来看的话，影响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然后另外就是单独节俭之后变成正的，对，然后根据不同的收入其实还是要再考量。对，另外川普的税改呢， 它对于如果单独看它对房产市场的影响的话，其实它对租房市场是非常利好的消息。对，就是对目前的说房客好消息呢，房东就算是目前来讲，回到就是那个租金市场哦，短暂来讲，然后房东呢口袋腾腾，但是呢你的在税方面是很有利的。对，所以对于租房市场是一个促进。那么在就是 市场反应之后呢，租金其实会上涨。当租金上涨的时候，它其实会启动一个这个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然后就会让房产市场自动的调节，然后让房产市场，再加上这个经济比较看好啊，美联储加息等等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其实房价最终会是处于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就说，若男就是市场就是经济学家就是
预计房价会就是说缓缓在上升，那另外就是说你的利率还是会上升，那利率上升的话，就是那你的每个房贷的成本增加，那你的如果说你的本身的就是说薪水上升的程度速度没有就是利率上升程度那个快，然后就是价格上升速度快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能够负担的房价。 就会变得降低，所以说那是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以你这么优秀的这个 background 哈来分析头脑，然后就是说如果今天要一个就是买家，有今天有能力要买房子的话，你会鼓励他进场买房子，对不对？还是会等他鼓励他旁观。<笑>对，我现在以这个身份，我就是我这边不好说，就是他鼓励他现在进场，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投资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每个人有的人是为了学区，就是上学，有的人是为了保持，有的人是为了增值，就是不同的投资需求，可能我会给他们不同的建议。但是整体来说，我想说就是市场是会处于上升的态势，然后这个而且并且这个趋势是会持续下去，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投资需求，然后来选择投资策略。 他的回答很好，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以自己的经验来讲哈，就是说跟很多就是买家还是说卖方，在二零给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房子市场已经就是说一直往上升，从2010年市场就是说从这个 financial crisis 崩溃。 危机崩溃之后回来起步之后呢，2012年就涨了很快。那时候就 local 就买家就说这个东西是会就说停止的，但是呢，大家一直往上涨哈。那真的是说我想的论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 time the market 哈，就是说这个中文怎么讲，<笑>就是说。 准确的预测这个市场一定会在什么样的价位，表现怎么样，以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其实挺难的，是挺难。那所以我觉得说，整个来讲，我一般呢就说，会跟这个买家呢，就说如我会觉得说，你回到一个大方向基本的策略，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呢，你本身是要在就是说曼哈顿在纽约市。 你住，你知道你要长期住的话，那你有能力的话，那其实呢，你的有这个有家还是比有租来的好，在财务上。那虽然说这些什么税啊，这些就说只能到抵多少减少了，但是呢，你的就说加减之后呢，其实还是会正数的，就是说以那个 benefit 来讲，这样子。 对，然后呢，我们刚刚其实是一个大方向都很好。那我另外一个就是说问你一下，就是以中国，因为我们本身 local 的话，很多就说比方说我们昨天就是下了一个 offer 哈，代表一个买家下 offer， 那买家呢是从这个中国来的。那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说中国的这个外汇就是外资外流。 资金外流是从去年一整年，就是它的严格管控，确实是影响到一些，就说买家他的买的速度，还有他的能力，就是来这边。其实基本上也确实有买家就说取消掉了原本的行动，因为他原本蚂蚁搬出已经不行。<笑>但是呢，就说其实我看到了是没有。 很大的影响。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告诉我们说，去年因为我们知道说前几年呢，中国买家是外国买家的第一宗，这样在美国投资，就是中国，然后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伦敦这些英国是前五大的那个国家。那他去年外汇管制，就是外资外流的这个策略之后呢，你这个。 有没有就说什么数据方面告诉我们，或者是你认为这个政策在今年可能会怎么样？其实我看到去年的表现其实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在中国买家这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数量上的变化，就是还是处于比较平稳的。我们觉得是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资本管制以来，其实
大家就是会改变一些策略。因为其实对于非常高数字非常高的一些豪华住宅，其实它的影响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豪华住宅呢，他们通常是公司的名义购买，然后在这样的话，他们的资本其实早已经早对已经就是在海外，所以对不是很受影响。另外对于一般的投资者呢，如果是在100到300万之间，就是特别是在纽约都很就是比较热门的这个价格区间，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大家可以通过改变其他的策略，或者就是增加其他的渠道，都可以把钱，就是转送到美国，然后来购买房子。然后，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毕竟这个外汇管制它的政策下来以后，对于一般人还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看到它的表现，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家会把购买房屋的这个决定会购在100到300万这个价格区间，对一般人来说。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买家他也开始在美国贷款了。这个确实是增加很多了，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多的银行呢，原本是不做外贷的哈，现在是开始做这个外国买家的贷款。对，那我插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最近呢也有很多单就是在外国买家的贷款，那他们的其实呢就是说他的贷款的内容呢，他利率呢相对来讲没有并没有说比当地买家呢说高很多这样子，但这个趋势呢确实很大增加。因为这一点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中国买家，在纽约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比较喜欢用现金购买。对，其实70%的中国买家都是用现金，对，然后只有20%左右才来这边贷款。70%用这个现金，然后20%，然后我觉得这个现象在接下来，因为这个资本管制会有一些改变。那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房贷的银行就提供出这样的政策，专门针对中国买家制定的一些计划，就包括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针对亚洲人的银行，比如说华美银行啊，或者有亚洲官司银行，都开始积极注重这一方面，来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你觉得就说这个他这个策略呢，中国这个政策呢，外资外流管制政策，在2018年有没有就说倾向就是可能会比较松了，因为既然他现在已经有生效，那有没有会可能比较就是比较不那么紧？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是维持在这个紧度的，就是如果因为美元这边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我们要相对来看，因为美国它现在不管是税收啊，还是它自己的国家宏观政策，你看它的税收现在处于一个在经合组织里面属于一个在经合组织成员国里面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然后形成这个税收洼地，那就会把全球的美元吸收回来。另外一方面，再加上它的比较积极的财政宏观的财政政策，包括缩表啊、加息啊，它其实都是会把美元推向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那么美元强的话，那么人民币如果想要维持相应的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它也要就是资本管制其实会更加强烈的。所以其实这个资本管制强烈程度是跟汇率有关，汇率呢又是跟美元它自己本身的表现有关，所以这方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的水平。这样子，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那你就说整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大体市场啊，从经济这方面的就业市场，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我们要补充的，在我们进入小区块之前？在经济方面，我想说，今年的表现应该不会给我们很多意外。从去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今年基本上会维持去年，从增长速度来看，应该会维持2.5%这么个速度。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从宏观环境上来说，应该是不会有意外的。那我就是顺便就猜一下哈，就说因为刚刚 New Run 也提到说多少价位，那普遍来讲的话，我就是更正一下，因为我们在讲高端价位，就是500万以上的话，那个趋势呢，在去年前年呢，那一块已经做调整了哈，就是说以前那种就是天价那种 aspirational 那个价格，就是90 million 是9000万，好，9000万美元，或是
6,000美元，那价格，那一块区块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大幅的，就是被调整，它成交价房是降很低的。但是呢，我们在讲说你的在就是说200万以下呢，我们一般的这个区块呢，其实还是很紧。那相对来讲还是很紧，就是说你的比起就买家，但是呢，我看到就是说，在过去几年我们在帮买家看房子的时候呢，其实呢。 过去几年，从2011年到就是2016年年底哈，没有一年是像现在这个时候，你在200万以下呢的买，你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真的有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市场时机，actually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就是想聊一下说。 这个2018年的房产走向，那刚刚就说，若楠也有提到，就是说，你是这个态度是乐观的，对不对？是看好的。是看好的。对，那纽约市，纽约市呢，有没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一个认为纽约市它的预期，就是说特别针对这个地方这样子，它的就是说不是五大区，它的价位走向啊，或是它会什么变化这样子？ 我觉得纽约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现在纽约整个五大区再在一起，它的增速大概是4到5左右，4到5左右。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还是会维持。但是因为纽约各区的表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您刚刚也提到过，包括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他们的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曼哈顿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这么保值的一个，是保值啊！我都喜欢讲说，你在曼哈顿买房子就像买金块一样。对，因为它的它不管从历史上还是最近的表现，它的浮动都不是很大。但这个表现也是它在危机的时候降幅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增幅也不会很大，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比较适合保值。对，就是它是一个成熟，它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有它的独特性啊！我就插话一下，因为今天就。 浅聊啊，就是说为什么曼哈顿呢？我们讲说它是全世界金融、时尚、房地产，还有什么中心教育、艺术。你问我，我可以讲出很多理由，因为 I'm alumni here 那但是就以企业来讲的话，它是全世界呢，就是没有其他一个都市像曼哈顿一样，就是拥有这么多的企业商机。 好像是唯一一个，就是大都市，就是它 the most business opportunity 这样子。那你在全世界就是500大里面的，里面就有40几个，还有将近50个是都在，包括在曼哈顿。它就是说你本身的岛型供需它很紧这样子。那所以你这样子一个形态之下呢，它的就是说你市场本身呢不会有说太大的，就是说像 market crash。 好像其他地方就是你这个经济一旦受影响，这个整个就下去了。那另外一个很大原因说，再怎么说呢？虽然过去几年呢，我们很多 new development 新建物，但是呢，我们这个市场其实平均大概还是有70%左右的产品是 co-op 合作公寓。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说合作公寓呢，它对于这个买家。 的要求呢，就是说是比较严格的，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只有这个定金加上你的贷款能力之后呢，你可以 A 加 B 等于这个定价之后就可以进去了，而不是他对买家的你的就是说交完的你这个储备金 reserve fund 哈，就是还是你的就业历史没有稳定，你的信用程度怎么样，都是做这些综合起来做衡量的，所以呢，就是让整个这个曼哈顿这个市场呢。 就是说你在就是在过去金融危机的情况之下呢，它还是就是说，很稳这样子，对。那所以曼哈顿继续就是保持老神在在哈，OK 那布鲁克林区是过去几年的新秀，对不对？对，非常新秀。那我们知道在明年呢，2019年这个 L Train 哈，就是说Williamsburg 从 Williamsburg 到这个 Manhattan 呢，这个 L Train 会暂时 shutdown。 那你觉得这个就是说布鲁克林呢，明年还是会继续这样子吗？就是市场还是会这么猛这么旺吗？布鲁克林明年上升的趋势是肯定的，上升还是会对，但是它是否能维持今年的这个劲头，其实还要看。
现在建案建设的情况。 因为像布鲁克林其实跟皇后区这方面很像，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有很大的开发空间的。对，因为相比曼哈顿，其实像现在比较多的新建案虽然在 Midtown， 但这一点在布鲁克林的皇后区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有布鲁克林皇后区都是有比较大片的可以开发的土地。另外像布鲁克林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住宅区是比较多，另外它的房价其实是比较多，另外它的房价其实是比皇后区要高的，所以它的住的居住的人群的购买力其实相对要高的，所以它的价格来说肯定还是会维持一个，虽然比曼哈顿要低，就是肯定，但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从现在新建来看。 我们看到在布鲁克林downtown区域，还有布鲁克林南边的，其实包括现在的 Decker Heights，Hensonhurst 呀，就还有老牌的Sunset Park，就是这些地方其实都有很大量的新建案，所以我们相信它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趋势。就我们之前讲到说，因为早期是从这个沿着这个 Hudson River 哈，就是和就是你 downtown 那开始往外盖。 对，过去几年呢，从这个 downtown Brooklyn High 啊 ，Kew Garden Dumbo， 到现在就是你像这个 Reading 在这个 Prospect High 这边，然后呢，我们有这个 Flatbush， 以前讲 Flatbush， 现在 Flatbush 虽然说已经在起，但是已经排要排第二位，现在又一直往外发展。我们现在讲 East New York， 以前。 都不敢去的地方，现在讲 East New York，以前呢，就说我们特别是如果说你外地来的买家，以前只会投资在就说曼哈顿，你比较熟悉的地方曼哈顿呢，或是说这个法拉盛这样子，因为没有任何的语言的阻隔。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说，你外国来的，就是其他州来的华人呢，也会投资在这个布鲁克林区了，因为现在已经就说很响亮这样子。对，而且布鲁克林相对来说，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比较喜欢，因为这边比较的有活力。去晃一圈你就知道了。我昨天前天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有发现就是，一个年纪者就采访就是一个。 住在就是Brownsville，就是在那个布鲁克林那个区，他就讲到说这个那个地方以前的很多的犯罪率，那被这个 city 呢，就是它的公共建设方面其实都是比较忽略的，但是呢最近几年随着房地产呢，就是也现在看到说外来的人呢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还继续在布鲁克林发生，那房后区。 过去一两年，我们很多的新建案，对不对？然后就是法拉盛啊，你当然是大家知道 Long Island City， 好，对，那你觉得皇后区也是一样继续吗？对，皇后区肯定会继续的，因为皇后区这个新建案现在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因为现在像之前表现比较强劲的 Long Island City， 现在已经继续往北上到 Astoria 了。 到Astoria，老旧的社区，对，已经开始翻新。如果你现在到 Astoria 去看的话，就是有很多以前的single或者family house 已经改成一个一个小小的 condo。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势肯定会持续的。另外，皇后区也有比较好的条件，有盖一些大型的。 condo 的这些楼，比如说，我们当然老牌的像 Flushing， 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 Flushing 它也在逐渐的外扩，它有一个辐射的效应，现在已经逐步到了它外延的 Elmhurst 呀、Forest Hill， 而且包括现在 Jamaica 也是非常抢眼的表现。Jamaica 对，因为Jamaica其实，我们之前 Jamaica 是相对一个收入较低的地方，包括它的房价其实水平非常的低，大概它的平。 它的销售的中位数大概是在30万左右，所以是很低的一个水平。包括在皇后区也是这样。但是呢，它因为它的交通优势，以及现在比较大型 condo 的进入，这个地区的房价的增长也非常的快。整个皇后区的表现呢，就是它因为它的 condo 新建非常多，而且我们看到去年的数据来说 ，condo 交易的价格比一般的转手交易的价格高出70%左右。所以这方面也带动了皇后区整体的房价。
是啊，举一个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是附近在考虑，就是说一个三房哈，就是说这个屋主是在2012年买的三房 condo 在法拉盛，那当初买的时候是110几万左右，忘记数字。那现在它的市场价格猜多少？三房就是1700左右。嗯 ，condo。嗯，在法拉盛，2012年110几万，现在呢市场价格210左右。嗯，是。几年？多少年时间？六年时间，你涨了100万，好吧？是不是？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再回到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在于你考虑说你要租还是买的情况之下，你就说不要只看就是目前哈、还是要回到根基，就是说买跟卖，所以买跟租，你拥有的话，你可以有未来未知的这个升值潜力。虽然说我们不知道说五年后，10年后你的这个价值会怎么样，但是呢，这个你有这个潜力哈。但是你的租金是没有的哈，你租金又很有这个租金上涨的潜力，就是每年3%5%这样涨，没有错。那这个 Staten Island 呢 ？Staten Island 是很就当然很就是过去两年是很非常的就说兴奋的一个地方。我前两个礼拜也就是自己开车跑去看了一下那个地方，然后呢，你觉得 Staten Island 呢？我觉得三藩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地区，因为它并不属于就是像纽约地区还是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三藩 Island 的是更多是一部分是最新来的人，因为三藩 Island 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是的，最新来的人可能比较便宜，一部分就是老纽约，他们也会就是觉得那边比较的适合。比较的安逸，但是对于普通的就是大部分的购买者来说，大家对这块房地产还不是很熟悉，对，包括它的交通现在也不是很方便。但是呢，讲到交通呢，就是说这个 ferry 呢，我觉得就是 ferry 来回只要20分钟，就是你单趟从曼哈顿到这个 Staten Island 的 one way 是20分钟，然后是免费的，然后加上这个就是靠近 ferry 这一带呢，你在盖哈、很新兴，所以呢，它的我对它的 Staten Island 自己本身呢，我觉得它是还会继续上涨，我觉得它的它的价格呢，普遍来讲就是你还是跟着其他趋势慢慢就是微微跟在后面，可是像那边你如果是一个很大的 house， 那种很漂亮的 house， 在它的就说叫怎么说 tax sale， 你100万出头你就可以很有很漂亮的 house， 你100万在曼哈顿你买一个 studio 或者是一个 one bedroom 哈，这 call out。那你100万放到 Brooklyn 可以买一个，就是说one bedroom condo 这样子。如果在新建案，那或是在皇后区，100万的话，你现在就是好的地方的话，你大概也是 one bedroom 哈这样子。那可是你到 Staten Island 的话，你可以买到漂亮的 house。所以呢，我觉得它的潜力呢是真的就是说我还是很看好 Staten Island 会继续涨这样子。那 Bronx 呢，我这个区块呢，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熟，但是我们觉得说还是会继续就对了。对，像 Staten Island，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的交通问题，就是离近曼哈顿的部分，肯定是价格表现比较强劲，就包括 Bronx 也是一样。但是 Bronx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Bronx 有学校，包括 Bronx High School， 它也考虑到一个学区的问题，所以它的关注点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一样。是，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在谈市场的时候呢， Bronx 是长久以来是 Stella 跟 Bronx 一直都是比较就是说被就是说比较遗忘的，但是现在的话真的是在涨。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听起来呢，听若然分析起来，就整体的话就是还是很就是说欣欣向荣的感觉。对，是的，来说还是乐观的。整体话来还是乐观的。那我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从这个Street Easy， 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 Street Easy 这个网站哈，他提到就是说，他们认为呢，2018年很比较就是说几个区块比较可以大家很受瞩目的哈，就是说West Harlem 区的西边啊，就是在100，就是说25街以上哈，
那个那一块，然后呢在布鲁克林区的这个Fort Greene， 其实 Fort Greene 很漂亮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就说还是很有味道。那还有就是皇后区法拉盛呢真的是寸土寸金，你不只是这个住宅，你的商铺呢连着这个Main Street 呢跟 Roosevelt， 真的是你如果在那边有一个商店的话，你真的是发了发。然后呢，再就是还有刚诺奶有讲到，就是说皇后区的 Empress 哦，也是我们华人很多的地方。Empress 呢是盖就是 condo， 然后呢，这个他还提到说East New York 啊，就是我们布鲁克林区讲到以前这个很多犯罪率，现在就是那个区方呢。也开始，所以呢，那还有就我这个把那个历史时区念完，让大家做参考哈。再就是Bronx 一个 Norwood， 还有就是Brooklyn 区 Prospect Park South 这公园的南边，还有就是曼哈顿的 Chinatown。那 Chinatown 其实呢，其实曼哈顿的 Chinatown 早就很吸引人了哈。它的发展已经就说像最近沿着 Chinatown 过去几年盖好的，有这个在沿着 Christie Park， 有沿着 Forsyth Park， 这个都是都是高级的就是 condo 的公寓大楼还有在这个 Brooklyn 的 Brighton Beach 沿的比较远的，还有就是 Woodside 皇后区 Woodside， 这是Street Easy 呢就说认为这个2018年呢很强势，会就很值得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样子。那我看到这个诺兰有写了这个，那你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很仔细的分析你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话就继续，因为我们是要聊这市场，就是东表西流，但是就是我还是有 point 的对，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去年的交易数据来看哪些地区它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劲的，当然这个也是跟当地的新建案有关。对，所以我们这边的数据看到，就像刚刚安妮提到的，其实是很重合的。但这边我也补充几个地方。首先还是我刚刚有提到的牙买加地区 Jamaica， 因为它现在有非常多的新建案，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在建案，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也会延续下去。另外，其实去年牙买加也被评为新秀。牙买加 ，OK， 大家准备好钱，进攻牙买加。因为你看哈，我对牙买加其实不是哈，除我去 JFK 之外，同样的道理，你说 Williamsburg 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就是荒郊野外 ，right？ 然后呢，所以你那时候敢去押宝的人，现在你 Williamsburg 比曼哈顿的 Upper East Side 还贵，所以呢，就说牙买加，对、啊、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耐心，然后愿意承担风险的话，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区域。另外刚刚有提到的 Astoria， 也是我现在说的都是新建案非常多的地方。牙买加 Astoria，OK、okay?。对，然后另外的话，交易量比较多的话，华人还有Forest Hill。但这边也是因为学区比较好。对 ，Forest Hill 是这个整个皇后区的一个很漂亮一个区，那环境生活环境很好哈。对，那对、对，基本上就是这些区域是去年交易表现比较强烈的。然后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未来几年的大型建案的情况，从中间也可以看到未来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优投房这边看到的数据呢，未来大型建案比较集中在曼哈顿是比较集中在 Midtown 这边。曼哈顿集中在 Midtown， 但是这个 Midtown 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哈森亚尔的这个项目，它有非常多的一个新建案，对，会集中在曼哈顿这边。但是曼哈顿它的新建案数量还是相对较少的。那你觉得我们讲到哈森亚哈，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外国投资者呢，他们进来投资呢，哈森亚因为是这个整个我们在曼哈顿历史以来是一个就是说最大的私人开发案。那个资金，那在就是说30几街这一块，那你觉得说这一块将来，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就是自成一体。其实周遭的这个三十几哈森亚周遭的这个楼呢，其实都已经开始说有开始受惠了这样子引人瞩目的。那你觉得说这一块它的就是潜力怎么样？
哈瑟亚的，我觉得是在曼哈顿少见的有这么一个升值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曼哈顿其实相对来说其他地区都是保值作用比较强烈，但是哈瑟亚的，因为它的进入是非常的抢眼的，因为它其实是自成一体，就像您刚刚说到，它是包括 commercial 就是商业用地、住宅，包括学校、商店都是非常齐全的。那么我现在也了解到很多 Midtown 的一些大的公司都在把办公室搬到哈森亚尔的。然后另外不仅是哈森亚尔的本身，它的辐射作用也很大，包括它附近的辐射作用。对，它不仅辐射在它周边的曼哈顿地区，就包括对面的新泽西，对面的新泽西都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对，因为哈森亚尔它就在哈森 River 旁边，那么一河之隔就是新泽西。新泽西沿河的那一带我们叫做黄金水岸，它也会有比较积极的影响。因为整个哈森亚尔的会进驻几万人生活和工作，所以这个流量的带入是会带入很多的消费啊，房价的增长。对，这样，所以等于说除了就是说它周遭在曼哈顿这一块，还到辐射到河的对岸了，这样。那我们也开始进攻 Jersey City 啊，其实那对面有一个 One Park。好，就是也是挺在这个挺有名的，那个你 Google 一下。对，在 Eclipse Park。 对，对对对，它也是处于黄金水岸的这个地带。对，所以是会辐射到将来都是特别是我知道将来会有渡轮的修建，就交通更加方便。对，这样子的话我们也都知道跟房价相交通是跟房价息息相关的。对，讲到交通呢，我就再插一下，就是说随着这个就是东河渡轮 ferry 的，就说开始进行呢，其实它会增加很多的方便性，也让一些以前比较不受人家考虑的，就是地方呢也增着。比方说你东河 ferry 去的地方，你在往上哈到 Bronx 那个地方，或是往下，其实这一带呢，就说你的也是值得去考量的。对，因为像现在已经有的渡轮，是到新泽西的 Grove Street Newport 的地方。其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Newport 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好了。它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纽约上班族的一个聚集地。对，但是我在讲说，我们在讲房地产的时候呢，其实房地产除了说它的 location 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psychological effect 哈，就是说一个心理层面的因素。那这个心理层面因素啊，就是说为什么比方说纽约市的价格，然后这个泽西的价格，就说你。但是我们看就是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就是 Newport 那个地方的话，就是过去几年是真的，自己本身我看到我朋友他在当初在这个77 Hudson 就是 City 的第一栋这个新建的，他买的时候到他卖的时候呢，短短几年呢真的是翻倍这样子。对，对，所以像新港城又破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黄金城的范例。所以像现在这个趋势在向北移，就随着这个渡轮方案的出现，然后包括哈森亚的建设，像北边的包括 Edgewater 啊 Cliffside Park， 还有 Fort Lee， 包括 Fort Lee 有很多的亚洲人，都是比较算大纽约地区比较热门的和比较抢眼的地方。OK， 那所以呢还有哪些你觉得呢？另外的话像布鲁克林，我刚刚说的在布鲁克林的南端，像甚至包括 Rockaway Beach 上面的房产，然后包括布鲁克林南端Bay Ridge、Bensonhurst， 对，他们都是由新建案带来的，将来比较发展的潜力都很大。这样子很好。那还有没有说哪些地方你觉得我们是一个 open panel， 就是 canvas， 让他，因为我知道洛兰准备了很多很优秀的资料。对啊，所以我们讲的是有，就是比较受瞩，已经很受瞩目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比较受人瞩目的，像比方说长久以来一直很稳定的地方，比方我们就讲说翠贝卡，好，翠贝卡一直就是翠贝卡，苏霍区这个 Westfield 哈，这些都是长久以来一个很稳定的地方，就是全美前五大，就是
热门的地方。那我问你一下，就回到这个曼哈顿好了，因为既然曼哈顿的话早就已经就是这么成型了哈，那你觉得像但是过去年 Yorkville 虽然说我们讲说这个第二大道 Subway，这个 Yorkville 呢，我们是前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谈 Yorkville， 在它还没有成立之前就早就谈了哈。那它这个整个曼哈顿上东城，这个就从七十九街往上这一块，它已经就说真的是带进了大户人，其实往那边去了。对，那个房价真的是涨得就说涨得很好。对，那所以说也再回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location 哈，就是 location， 很大一部分呢是沿着就是说你到这个交通的方便性这样子。嗯、对对。嗯，我再补充一下，第二大道那边的话，其实第二大道以上比较多的还是口澳这样的类型， uh-huh. 所以它现在表现是租金上涨非常的厉害。Uh-huh. 口澳本身自己当然就是不是很容易租，但它自己，它自己所在的 lease 租金是在上涨。Uh-huh. 但是另外的话，第二大道其实也有一些新建的 condo， 这些 condo 他们的房价增长也是非常快。因为这个第二大道地铁线的开通，对，其实真的打个比方说，像我们曼哈顿像我的 office 是在这个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那我从这个 Times Square 呢，以前要到这个就是第二大道九十五街那个地方去，常常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啊。我是要到东边去，有路不搭那个 taxi 的话，到东边去再往上，然后再走路，想起来就很头疼。那现在呢，就是十八分钟我就到了，直接搭 Q train 是真的所以我们真的看到那边的生机，很多的商店在那边开，是真的是很好。那你觉得就是我们讲 millennium， 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说年轻人的消费购买力。我们这边没有相应的数据。啊、uh-huh. 但是我们有一些像英文房自己会做社区的介绍，就是我们会、uh-huh. 每个社区都会针对它的特点。Uh-huh. 因为数据可能单一的数据很难描述、uh-huh. 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uh-huh. 所以我会提供比较直观的形式，然后让大家更了解每个社区的不一样的特点、uh-huh. 这样子。那你自己本身喜欢哪个社区？因为我自己是哥大车、uh-huh. 当然我很喜欢 Morningside Park、uh-huh. Morningside Park 对那 Morningside Park 呢，就是其实我们严格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一百街左右到哥伦比亚校区，还有116街那一块哈，从 Columbus Avenue 到这个河边哈，那边呢是很多的，就说大部分就是 co-op 跟这个老旧的租约楼，那new condo 新建物呢其实是很少，对，那所以很多的家长他就从国外来就是要帮子女买这个，就是买房子住呢。他子女很多，就是很优秀，念在哥伦比亚。那他说，我想要住到哥伦比亚那边去，这边买房子是很少。那所以他们很多是选择在，就说96级以下这样子。对，因为哥伦比亚附近本身的房子其实是相对老旧的。对。但是靠河的那一带有一些口澳，它的维持状况非常好，对，就很适合居住。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我们再回来，我们就浅谈，就是曼哈顿呢，你的现在就是说你刚刚讲，除了讲到这个哈森亚之外呢，大家也知道这个未来这一两年的新秀就是 Lower East Side 这个Crossing， 就是Essex Crossing， 就在这个 Williamsburg Bridge 跟那个 Delancey 这一边这一块会变成一个就很热门的地方。那周边的那个 condo 呢，其实都已经就说很非常非常受瞩目。那所以就是说，大家有任何对于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地产方面讯息的话，你想要就有一个比较大致宏观的话，可以参考就上去这个优投房的网站，因为据我所知呢，优投房是唯一一个。提供就是说整个市场以中文来讲哈，来提供中文市场资讯的这样子。那他们的市场分析师都是高学历非常有经验的。上次去年我们有跟这个这是宋若南
然后我上次用英文的是跟宋若子 她的 twin sister 她双胞胎姐妹然后两位都是 两位都是念数据分析的，有没有搞错？这么艰辛的东西，那如果说对市场的话，你可以就说咨询网站啊。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呢，就说要关于你自己本身的，就说预算呢有什么样的选择市场的话，你可以欢迎跟我联络这样子。那我可以就是在市场就是15年16年呢，可以为您做很好的分析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现在几点？现在1点了。哦，我们讲了1个小时。<笑>好，那就先祝大家有个非常快乐的就是农历新年。对，狗年新年快乐，狗年旺旺。<笑>好，拜拜。谢谢大家。